我问一下哦，怎么就是按 U 之后按上一页啊？就是我 U 按上，对，我现在已经，比如说已经跑到分子了，我要怎么让它慢慢变成分母？左键右键，左键右键，左键右键，一个是哦，个头，对不起，个头，请问到底是 U 我手残，U 我手残，我手残。那说这个可是还有羊毛，还是你要挖矿他自己收？没有，是那个之后会用，可是我要一个超大空间，收纳空间。魔术大空间，对啊，好有像没还有挺就是差。挖矿或什么东西，它会自己存进去的？挖矿自己存进去。通常都是有一些背包，看他有没有配件升级吧。还要借符盒？哦，不用借符盒，对不起。R 跟 U。哦，这上面按右键哦。哦，林业的矿物包包，可是这只有矿物对不对？四五个包，这个吗？编织背包还是？哦，处采理矿还者是背钓鱼包，啊？钓鱼？容量不多，45个，对啊。不是啊，看到很可爱，不是应该就敲回家吗？不然，通通交那不回是家。正常的反应啊？警察叔叔，只要你们妹妹啊、弟弟不见，第一个反应先去找小雨就对哎，不是，你要先想想，我没有说他很可爱。是不会带不可爱的东西回家的。哦。真的很麻烦欸，不然以前这真的很好用。什么哇，东以前西？好用，以你只前的要钻挑石那个包升包级就啊，对啊。好了。哦。你是说他以前那个升级又很便宜，所以就方便。他不要再现在就 YouTube 是了什么都啦。没有。哎，YouTube 杨幂都不啦。放到。羊上毛水，上水，上水，线。下水，上水，会开始，上水。它有包配。哎呦，要其他的是不是？钻石头，上水，讲上水，话上箱水，上水，上水，上水。要先对。先，哦，对呀，先做其他的啊，啊啊，怎么了？哦哦。啊，嗯，好，啊。啊，嗯，哈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确定回来，死了，看来是在泡岩浆了，嗯，对，赶快吃肉，你觉得？肉还可以帮你撑几秒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赶快打 home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我到岸上了，你做活白下色来就了，行了，你说我这不知个道我活不活下来，可是哦，好啊，到我岸做上。做看啊。赶快吃那个肉，赶铁快吃，定吃了你就活下来了。才，哎呀，我呀，铁定。我是玩工业模组，但是我的矿物却是哎最少的。怎么做这个可以做什么？以后我就可以种矿物啦。是要烧酒啊？你是在地狱呀、啊？给地狱一点尊重哦，嘛！好啊，无代志啊，活下来啦。可恶！我强化铁箱子。我听到就是可恶，太过哦，好玩好玩，来嘞，要做什么？这是啥？的为什么会闪啊闪？西达西北，修对来啊，它修是新的皮。下界龙矿。哦，哎，龙我好色像今天也有逛铁，到过。看到他那个矿在那边闪啊闪啊，你看，那个是龙魔法的东西哦。也是啦，好，我要回家，我才不管我用不用得到呢。我只是个矿工，买错了吗？每次都被这个风潮害到。怎么了？
因为那个地月风塔旁边不是有石英吗？嗯，那我就去挖，挖一看就直接掉下去。我要怎么了？又有人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收纳空间真滴大，真滴大。我先做做看，你们谁家有羊毛？或附近有羊？我箱子里面有一点点。我家附近有羊。好，我家附近也有羊。我不想去你家，因为我你家我没有点，我忘记去采。你还不贴心一点，回家让我采个点。我就回家啦。可以用箱子跟包包做连接，把包包的东西运回家。你是说那个对不对？中介那个酸女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嗯。那杰克，我来喽。来吧。起来有点奇怪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没事没事，没事。你再抽一来就 A 我一下。为什么你的箱子要做粉红色？这样小雨怎么敢来啊？好恶哦，我不想去你家踩点，原本想要回去顺便踩一下的。点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哪里？哇，这个头该不会是送给我的礼物吧？你要挖走你就挖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杰克的头啊，没有啦，凋零骷髅头哎、欸，粉红色的头。哎、欸，啊，那杰克，你有去踩过小柯的点了吗？还没。哇，那谁有方便借踩？看来大家都没有空。嗯，需要踩小柯的点。没有。没有事的进度比较快啊，我们都各自玩不同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才不会有压力啊。对啊。嗯嗯嗯。那我回去咯。嗯。我把头颅带走咯。嗯。耶、yeah ！好，成就完成。诡异又恐怖的头颅。啊，杰克，你家有羊毛吗？有，不多，可以去山上采。好，山上蛮多的。哪里有羊？你说那只粉红色会拱拱叫的羊吗？不是不是，拱拱叫，还是会喔喔叫的羊。喔喔叫。哦。确定是羊？还是我去采一个？你等我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找到了。哦，又找不到了，就一只。没有，你往那个星辰祭坛那边走。我怎么知道在哪？山上，一对，我这个位置有看到我吗？对，再上去雪山那边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我看到的是什么鬼东西在跑那么快？哦，猪，猪哦，猪哦，猪、哦，我可以用骨粉把它种成这样大颗的。猪哦，猪哦，哎、欸，猪哦。哦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猪吗？哦，你可以直接 TP 我，比我快一点。烧吗？有线，等下线也很缺。之后，哇，这个星辰祭坛好漂亮哦！哎、欸，你那个，下去看过哦。那个空岛也太像曹北鼻了吧？曹北，曹北鼻，他鼻孔在流血，要流鼻涕，流血，流血太可恶。你需要冰块吗？嗯，目前不需要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教我怎么做那个吗？就是不会浪费的那个东西。什么叫不会浪费的那个东西？哦，不，来，可以把那个啊，那之后再教好了。就是不是熔炉里面可能就是一点点东西就挤不出来，就哈基家盖的那个啊，要冰块的那个吗？对啊，这是需要冰块啊。对啊，我说之后再教我啊。我家后面有冰块，嗯，你们有需要吗？现在正在采。我要不要教你一个东西？你就不用一直每次都过来这样子采了。不然嘞？来，四格吗？不是，你冰块分我一些，交换技术交换。你还挖掉？太少了，啊、挖干净。太少了，要多少？那你把身上都给我好了。找一分钟好了，传你，然后让它融掉。
等一下哦，然后盖住吗？对啊。好，可以用这个吗？好丑，你嫌人家丑，可是太无聊。你怎么嫌弃？你弄啊，那你弄啊，啊，半砖不是更好看？你九桃，你九桃哦，九桃，啊，你九桃哦，哎呀，这样就不用一次一直倒啦，就只要挖这样就好了，哦，对吧？完了，嗯，都占你家财，嗯。羊都用了吗？臭臭色的羊，对啊，这只臭臭色，还挺臭。哎、欸，你不举这样骂我们家干爹哦！哇塞，你怎么？你是用弓弹弓箭哦，弹弓哦？对啊，小鸡，是不是想做啦？小鸡，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好了，你是不是还缺线啊？你说我缺线吗？不，我的线可以用重的。我的天哪！好、啊，我有中线啊！你要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哼，我也不给你。好，没关系。不给你。哼。我要让你里面充满了我的血液。去吧，哎、欸，你里面血已经有了，那不用了，我不要跟你的血混在一起，好恶心。哦，要跟拿出哦，嗯，嘿，加的，要洗净，好了，我们回去，以后用这个好了，用 TP 的有点 OP。天开到10点。快十点了，好快哦，真的哎！我刚八点才播一次广告，现在要再播第二次广告，真的准备要播了。这个就放这边。上界金华的龙友是可以直接把它丢到炉子里面去融吗？我要干啊！这个下界精华，咦，我来采收了。补习刚结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不能直接融，一定要做成这个锭哦。魔法肥料，做看看这个背包，足够用啊。下界精华煤炭，精华块，精华块能做什么？加速生长啊？嗯，加速生长器，自动填砖，会哦。加速生长器的话，拾取物品时排序。冰种子，要做好了要怎么弄？做好了要怎么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们已经说。这个没有，之前我有玩宝可梦模组啊，就是那个包包的，他们说没有那么好用。嗯，对啊，我就相信他们说的啊，因为用过就知道。用过的都知道，用过都说赞。对，他们已经用过了，他们觉得有点缺陷，我就不去用了。没以前好用。对啊，嗯、我就就是。那是小插件，但是现在都不能装了。对啊，他们说就坐着把方便的东西拿掉了。嗯，很可惜，好用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弄掉呢？哎呀，这个是可以让周围全部加速生长吗？火把吗？是哪一个？不是啦，我现在在研我在研究另外一个东西，它是写一个加速、生长加速器，它是可以把周围的它会长大吗？我想看，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加速生长，我来做看看好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在这边一直浇水。那我们去。